我分给你谈，当做没看见我行不行？欲买通执法者，罪加一等。王金兄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？我在。男儿，叫魏哥哥。魏哥哥，我魏无羡呢，对于我认同的人，很想跟你交朋友的。不需要，莫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亲儿，岂能触碰？魏无羡能够一生锄奸扶弱，无愧于心。给我打翻他一条腿！ 还不带他滚过来！你有想过吗？还要去帮他？你的腿迷失了？不是。哎，有没有绳子之类的呀？哎，我看你这墨额不错。你也知道，他一辈子忘不了你。那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你要是没那个意思，不要随便去撩拨别人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 除非蓝湛，你喜欢绵绵。没想到，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蓝二公子如此景象。你这个死小子，可毁了你咱们家走了什么样的活了？现在云梦被灭，我爹娘也没了，你开心了是吗？ 三个月了，难道他真的调入了乱葬岗？魏婴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这三个月，我怕极了。你为何弃了剑道，改修他土？我要是不回来，魏婴，你不要故作玩笑。你以为我是谁？蓝二公子，这是我们云梦江氏的家事，您请回吧。你若是担心魏公子的话。 没有，此道损失更损信心。那该如何是好啊？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江氏之事，还请蓝二公子不要插手。蓝湛，我明白你的担心，但是我魏婴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有堕入魔道的一天。你信不信？让我帮你。好。什么竟然可以控制阴铁？魏婴，你昏迷这几日。 蓝二公子每日晨昏，都来这里为你弹琴、清晰凝神。你明知这是阴铁，为何要来？蓝湛，够了！你答应过让我帮你，可是你如果不信任我，怎么帮你？蓝湛，你来阻我，魏婴，你要去哪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？如果我和他们之间必有一战，那我宁愿和你决一生死。 至少死在你寒光君的手上，不远。蓝湛，这孩子，啊，他喜欢上你了，他喜欢谁就会抱谁的大腿。你当真控制得住？我只需要控制阴火，那就没问题了。 阴虎符出了问题，不会的，如何保证？不会，也不能。我也相信，我自己一定能够控制。对不起，谢谢。那种卑鄙阴损的恶虫在先，是有什么样的证据证明是我下？蓝湛，我就知道，我们终有一天要这样真刀实枪的杀一场。不是说你能控制得住，不是说没问题吗？我没有。 唯一几个相信我的人都死了，问你，师姐，这世上还有人信你？魏婴，莫玄宇啊，莫玄宇，我这死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救我？
唯英，难道真的是你吗？我也不知道我身在何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你真的信我吗？安战，你是人的姐姐，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要受到这么重的处罚？一直以为江城会永远站在我这边，而蓝忘机则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。没想到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却是完全颠倒的忘机。世事无常。蓝湛，你要干嘛？给你，都给你。你给我鸡干什么？走了，走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又会和叶天没有和你站在一起。蓝湛，拿过来。16年后重归于世，就把我们玩得团团转，就连韩光君也着了你。不错，非议。所有人都巴不得我死，都恨我，唾弃我的时候，你却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。但身上的戒边痕是怎么回事？魏公子不知吗？再不一天你护着魏婴就算了，现在还不让我们搜查他的老巢。但岗上忘机独排众议，惹出了不少乱子，叔父大怒，罚戒边300。叔父，叔正叔邪，叔黑叔白。韩谭都面壁思过，3年不得出后山一步。但他却跟我说，他既以你为知己，就应该相信你的为人。蓝湛，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接下来吹个什么好呢？蓝湛，我问你，当年在木西山玄武洞里唱给我听的那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你觉得呢？放手。站住，滚开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我能拔出？为什么是我？现在在你体内运转灵力的那颗金丹是他的。他到了最后不还是要被人下线？韩光君，你真的想杀了魏公子吗？你别听他的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去哪儿好呢？蓝湛，不走了吗？实话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不去当仙都领了。蓝湛，你不愧是韩光君，你也不愧是魏婴。下次见面要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啊。我早就想好了。魏婴，